后来卖了点生意，你这边没换枪吗？境外拿的，你两个吃咸辣的都爱看啊。好啦，谢谢，安尼规个拢清净。好啦，好啦，你吃啥？你要帮我弄。啊，靠呀，比遐个大嘞！啊，你别完全袂记哩啊，飞机员，我操！来，飞机员，上面写。哎，飞机员咯！飞机员，你们吃两百来啊？两百啊！飞机员，你们吃两百？两百。两百。飞机员，看人要吃两百块呢。两百啊！煮汤啊，还有煮面啊，还有煮火锅啊，两百块。两百，两百。飞机员，你们吃啊？飞机员。我飞机员，飞机生啊，一粒无飞机，我替你吃。无，即我即摆咧开始啊，即个哩，即个送哩，即个哩，即盘总计免五百，两百三蚊钱，我收。等下，等下，我来讲。好钱都未啊？哎 ，OK 啊。再过来，再过来。两百，再过来，两百。我做完过来，咩来无两百？有啊吗？不是啊。好啦，我注意啦，我 OK 啦，你咁样注意。哇，好笑啊！有咩钓啊？啊，看一个来搞点五分的迄啦。你五分啊？我无甲你骗的啦，你五分啊？来，走。你有看过啊？这个家庭今天是第六个人家来搞错啊！啊，多一个妈妈来搞买五分，你有看？这个全熟，用我小料当吃啊，1800弄面啊，这个大个来啊，大你安怎煮？这个家庭的口味有好料落着无？三百啊！哎，三百啊！一支三包，两支、三支、四支、五支、六支、七支，唔免煮啊，全熟啊！这支鸡腿我来拜托你另外要煮只，装好只。你搞买三包，我搁加一支，我搁加两支哦，我搁加三支，十支唔免五包，三包啦。哎，三包啊！不只能三包啊！哎，三包啊！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这支鸡腿你吃过，你来看俄罗斯咩？三包够要吃无？鸡腿？哎，三包。拢有啊吗？有啊吼，啊这里要买头前，啊这里要来无鸡腿？哎，我来讲，无鸡肉鱼，你毋捌买过，你想迄大，你试食看卖百五了。哎，百五啊！试食看卖百五。哎，百五啊！鸡腿百五了，鸡腿。对啊，我包地好无？哎 ，OK 啊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五鸡肉你无啊？百五买买上无？好不好？上袂了。最后这百五上面有无？拢来啊！拢来啊！我包个一包啊，就好啊。嗯，过来。啥？你要吃鲈鱼啊？鲈鱼你要吃三百了，好无？这。哎，三百啊！这有钱无？几百卖你三百，几百我做。你两头买三百，我遐几百要送。安尼，三百了。你家己要蒸要炊拢清晓哩。做平价个阿姊，我等下家己要请你无？谢谢，好谢。哎，三百啊！我做不回来啊！走。几百哦？两百哦？三百哦？最后两百拍我上面了没有？没啊！哎，好了，两百我拍了。好钱啊！两百我拍了，好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给你出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走。啊，多拍我来，放心，我来啊。伊只馅饼，我即摆介绍馅饼。这馅饼做好食，这一包三十粒，这当然真正做好食。三十粒，这整个大概就是生安尼。一包卖三百，二也无咯，唔免新价钱，两百啦。哎，两百啊！你买两包，一包卖三二，一粒剩三块，要求好食，两百咯。哎，两百。馅饼有哪么食？哦，两百块。就迄个葱肉馅饼、长沙地巴馅饼，拢有啊吗？都有了。唔捌买过，试食看卖一包咯。两百啊！试食看卖一百块，一百块。哎，我袂记性，我哩，记性人哩讲话冲高平，一包内底总共十袋，当然大真的做好食啊。我发你一包三包，发你五包，要加热、加热狗、加火腿、加起司，吼、哦，要加啥物？加两公斤，再哩加新价钱，一包做好食，一百两。一百啊！有两个在冲高平的无？一百块。大家一百。刚刚来做诶。对台。这台 O 上来。
你也刷一下，没关系，刷一下。一百拢有啊吗？一百哦。谢谢，一个你也收起。好 ，OK。来，收起。哎，阿姐，你今仔来？几位是啥？几位？这当然你用真的就做好起来，几位？来，春寒季春，这包内面是一公斤五百四百，变两百，变两百五，春一包。哎，百五啊！这边就当起来，百五。一百五，地瓜地瓜，百五，百五，百五。上面就这几位段。来边啊！一条项目二啊五，两条项目五百，四啊五变三百来。三百上面就里面。来三百一个啊！三百上面就三百。哎，这几位话三百，这条过来啊，这条过来啊，这条过来新价钱，这条过来大地啊，这张网大地啊，三百。哎，来一个啊！这边就几位话三百。两个人啊！几位上面就三百。分开好不好？啊？分开啊！分开。几位过来要三百？哎，三百。阿妈伊个几条？拢有啊哈，都有了。这以后你来吃，你就学咯。我唔是甲你讲，这个是贵，因贵怕歹，贵高头，搞得足济个。哎，不过遐个人，我都问遐人去咯。因来拢贵怕歹，你甲讲落啦，大家拢挤挤啊，三百都有遐来无？哎，三百。哦，好钱啊！我一算啊。无啊，我两百无三百。三百。金买啦，金买啦，真真个尔。个买无三百。走桥。哎，三百啦，走桥。找七百，那也找四百，三百。哎，还无你唔买买买，你买两块百块食看吗？七百，有人要买百块无？食看吗？真正好食的啦！百块人买来无？百块。哎，百块啊！行啦，我来啊！百块够有人买来无？无啊！哎，百块。美女姐，我四百都总共快了，真都没有了，全部没有了。多少？四百。啊，春天两块卖你五十五十，明仔都无啊，卖到老尾是六块啊。来八百五点一下哦。没有的，不过。啊，这涨价没卖。你们吃什么不？刚才去包房也差不多了，对了吧？你们吃鳕鱼头刀啊？我来讲啊，蒜泥我先卖一张上万元啦。吃过面？我先卖一张蒜泥给你，对吧？来蒜泥没卖。来蒜泥。头刀，我先卖一张头刀。伊之前就拿你讲个鳕鱼头刀弄，这鱼啊嘛入口即嘛，这菜只你买一斤两百几块上来，漂亮几款。好来，青鱼啊，青鱼是一箱我带出来，我鳕鱼头刀是咩？这等下你含酒的时候利用，真正甲鳕鱼啊嘛有够鱼，这就是人咧讲个鳕鱼。菜只你买一斤两百五的啊，比目鱼，一斤鱼啊，我这包大概是斤半，这包就三百几块，两包就带七八，免让你加七八，卖你两百，我啊我弄免，爱食我包我了。来五百啊！我来要食鳕鱼头刀了无？是。恁家哦，我即摆咧介绍恁家啦，韩志文甲余伟人家哦，即摆你甲买上。若毋是我韩志文哦，你真正做好食。啊，我咧发刷你，恁来注意听哦。阿姊啊，阿姊啊，阿姊啊，我咧发刷你，恁来注意听。哎呀，已经开始看到了。一两包差三斤啊。菜市啊，刷你一斤你也甲切两包三斤，刷你嘛了落六百对无？唔免六百。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人家，我一问看到大概两包三斤，把你做成空表，你冰一冰箱保鲜够好吃。上新价钱卖五百、四百、三五、三百二，来三百，唔免七个我上给你吃，两百二，来两百块，用这个做好吃，来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你们吃蒜泥汤，两百块，两块啊，你两块啊，用这个就好啊，两百块，鳕鱼头刀，喜欢不喜欢？我吃鳕鱼头刀，两包，能有吗？有啊，三百八十包，三百八十包，两包啊！我一包也卖你两包，你买半包我就卖你。真正，啊，我来卖到这少，你搁买一包过来做准工啊？哎呀，这是比目鱼，这是鱿鱼呢，两包够买来无？哎，两百啊！拢有啊吗？够有了吗？有了，然后又带点抢啊！来，两包来啊！啊，这你是买八块，你今我来提了，我还讲好啦，无安尼啦，你买八块你试试啊，刷二啦，要不要两包？一包够个三斤啊，两包够个两包。你两位哪有做伙？你还没做伙来吗？两包，一包够你吃边刷，两包好用，煎的了，规条拢包了。来，春节的两包，好爽。两包啊，两包好冰的，两包，够了没有？来一包，老姐，过来，是的。我还讲我存三百，你唔买八块，你试一下看卖，一百了没有了？一百块，一百块上面只一百，一百啊，
钱了，钱没了，快钱。掏钱啊！对。掏我的。掏我的呀！上面就黑啊。黑啊，可以给你。黑啊，春节你啊，要买啊，记得啊。黑啊，是啊，我讲我是卖白黑啊，我是卖这好吃啊。我是卖这啊，这鸡公啊。伊只鸡公，你在真正来做我吃啊？啊，你看啦，看啥物所在去？解台红烧。这就是咱咧讲个鸡公，300-500元来吃，买就啥物真正来做我吃。一堆东西，先加一个人加300-500元，打折了好啊，100元。来摆啊！有人要食鸡公来嘛？100元。哎，100元。春鸡鲍鱼卷鸡公，要不要100元？掏钱啊！个人要食鸡公来嘛？100元。哎，摆啊！最好吃啊！我这真正做拍的啊，拢有啊！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毕竟啊。最好吃你都有啊。你对啊，100元，我刚才我咧比了旁边讲啊，100元够买来无？哎，100啊，谢谢。100拢有啊！好啦，谢谢。啊，再来买啥？来，谢谢。你刚刚有清气？上面吃虾啊？啊，这你旁边跟我虾吗？我买过无？啊，够有青，够有甜。啊，主播，你食看卖无？你过来，你点头。1000元。1000元。只要够鱼啊！只要来我这买虾的人，给我甲招1000元，一条活活的。我只要够鱼，我只要够少鱼，我只要够鱼啊！1000元我提过来。1000元。过来，要食虾的话1000元。虾子过来，要1000元。1000元。好，行啊。